弦好，春色惹人爱，春风阵阵吹，春潮滚滚来。青红春常在，哎。
大家即将观赏到的是大型花布舞。苗族儿女生性不仅能保存下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，因为这是值得珍惜的民俗民间艺术，因为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期望，更是因为我们要发展属于关岭的非物质文化，请欣赏百人花卉舞。